好，第一个感谢呢，到的就是延山古老的印第安狩猎舞。那么刚才呢，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恐惧啊。那么其实呢，他们用这种方式呢，对大家呢到来呢表示祝福和感谢。来，我们的掌声回应一下印第安的万物，谢谢。那么在印第安呢土著部落的姑娘们呢，都喜欢给自己留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。那展示他们的美。那么特别是人多的场合呢，他们便会跳起甩发舞，来示意他们部落里的年轻的小伙子呢，向他们表达爱意。大家看，我们的姑娘们来了 ，OK。 甩发舞，那么我相信呢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游客朋友呢，您可能欣赏过，在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地区呢，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竹竿舞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印第安人也给我们带来了属于他们的竹竿舞，请大家欣赏。 好机会！我去，孩子，我去了啊！还有什么？
那么，印第安的有祝大家留言愉快，拜拜。